大家好啊，欢迎咧继续翻到嚟我哋芒向编辑部 YouTube channel 嘅节目时间啦。今日咧就系呢一个2020年9月15号星期二下昼时间啦。咁啊，今日咧呢一节时间继续有我许留山，仲有纽西兰有机小菠萝尔德台阳。大家好啊！仲有盐田十二西瓜之一啊，借出嚟嘅咋？借出嚟嘅西瓜唔系嗰啲吓嘅暂借出嚟嘅小西瓜，就系 BC。你好，我好，大家好，才是真的好。为咗纪念佢哋，我就割嚿瓜出嚟。哦，可以啦，即系扮佢个仔啊嘛，浮瓜，认亲认戚喺度吓，浮咗喺度啦，而家。可能啲家属见到呢个时候就话：啊，你做乜切咗个仔出嚟啊？冇啊，我要完完整整咁翻嚟啊，定点样啊？嗱，咁好啦，咁啊，仲有啦，小白熊社长 Raymond Wong。喂，大家好。记住啦 ，like 我哋段片，留下言，最紧要咧就订阅埋芒向编辑部 YouTube channel， 正向部晒冷气三个 YouTube channel，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，多多点赞。咁好啦，今日咧又翻嚟咯，啊，我哋播一播先。盐田十二结清，结太太个结咁啊结清啦，啊就喺内地盐田啦，已经系第24日啦，就嚟成个月，咁啊应该都开始惯咗个生活系嘛，啊都有规律啦，系。咁啊，恭喜你先啦！我谂啊，啲家属咧，应该都喊到咁上下噶啦，都唔再喊啦，再喊咧，两只眼已流干啦，合桃眼啊变咗，即系嗰粒大大粒嗰啲合桃啊，即系未剥壳嗰啲合桃，变咗合桃眼啊，就咁喊落去。不过你遮晒个样都睇唔到啦，系嘛？唔知佢系啊，都唔知系咪，都唔知系咪嘅，真系见到黄碧云扮嘅，都唔知系咪啊？跟住我变声器咁样就扮系啦。因为那些喊到完全听不到把声是什么，你咪喊住先，哎呀喊够了你。咁好啦，今日呢其实呢另外啦12呢嘅一倍嘅倍数是什么，就是24。咁有24个所谓嘅叫做反暴派嘅人士啦，其实今日呢都会继续呢再去呢、这、一个法院嗰度接受审讯。咁呢排法院呢都好多呢啲叫做唔同嘅反暴派嘅人呢都去光顾啊，咁啊呢坛嘢咧都相当多人喎，有成20几人啦，哇，成队足球队咁多。不过咧有一个咧就真系冇办法啦，系嚟唔到嘅，就系罗冠聪。咁咧呢坛嘢有24个人系咩事咧？就系、是、啊嗰、那个啱啱嗰年啦，即系啱啱啦，今年嘅叫做64嘅集会啦。咁啊其实都讲咗话唔得噶，咁佢哋就照去啦。咁啊所以。就被控咧就非法集會啊，咁啊今日又上庭咯。依家咧見到近來啦，啊24个裏面咧，你覺得邊一個最想搶姜咧？有可唔可以 recap 下入邊24个啊？好多喎，好咁啊，排名不分先后啊。咁啊，羅冠聰、袁家偉、黃之峰、梁海晴、張坤陽、何桂南、朱海迪、敖岑奧輝、李卓仁、何俊仁、周幸彤、蔡耀昌、張文光、麥海懷、尹兆堅、趙恩來、梁耀忠、梁錦威、梁國華、胡志偉、梁國雄、陳浩恆、何秀蘭、郭永健。我反而覺得係啊，去咗英國嗰個啊，聰哥啊，衝出英國嗰個啊，衝入英國嗰個喎。係啦，誒張坤陽都嚟唔到啊，呢兩個通緝犯嚟嘅兩個啊。咁佢哋衝出嚟港啊嘛，呢幾個人。嗯，係啦，衝去咗英倫嚟港。冇錯，佢咁啊離開咗啦。咁啊，今日咧就2:30咧就開庭。哇，到時嗰個犯人欄都幾爆喎，係嘛？唔知係咪喎，好難講喎。可能到時聽聞落大雨喎，落大雨會唔會係咩？係啊。哦，咁樣啊，就哦，佢哋可能喺度都話個天都為我哋而哭泣啦，所以唔使去係嘛？唔系唔得，佢哋要去噶吓。罗冠聪冇办法啦，同嗰个叫做乜鬼张坤阳啦，两个着咗草啦，所以就唔使去啦。律政司咧就用呢个叫做明知而参与未经批准集结嘅罪名，咁啊起诉佢哋嘟嘟嘟嘟嘟咁样成班啦，成班友啦。啊，咁啊好啦，抢姜嘅咧，咁啊当然啦，乜都好啊，就算去厕所排队咧，都要揸翻支旗嘅，就系黄之锋吓。又在那個Facebook 嗰度咧，有賣悲情喎，啊賣乜鬼悲情咧？咩悲情啫？有咩好？有咩咁悲啫？我都唔係好明。扮攰喎，扮身心俱疲喎，係嘛？有咩咁攰？係啦，真係。咪先喺屋企。哎呀，人哋通宵打機唔攰啊！真係你啊，砌模型砌到攰啊！你自己通宵打機，自己攞嚟啫，係咪先？我知佢成日都打機啊。係咁啊，又話咩？成日打通宵機，梗攰啦。係咯。
即係又話咩國際線啊，成日係咪同嗰啲咩 Patreon 嗰啲人傾偈嗰啲啊？係啊，個 Patreon 佢好多好多訂户噶嘛，咁你訂咗佢個 Patreon 咧，咁佢啊有啲啊有啲一對一嘅節目噶嘛，又或者最貴嗰啲咯，最貴嗰只噶嘛，係啊，咩一對一嗰啲。啊 ，cam 嗰啲吓，唔知咩啦，唔知咩啦，即系嗰啲 cam 啊。喺个 Facebook 啱啱咧，又喺度无病呻吟嗰啲啦，系咪先？喂，你又都系放狗，又都系酒店嗰度食饭，系嘛？又有唔知有冇司机啦，又话有呢样嗰样啊，又食咩黄之当啊，又话呢样嗰样啊，又话咩出文啊，又话要搞健康码定点样啊？突然间有扮身心俱疲喎，系咩咧？哇！呢一个系自去年六月抗争到依家，佢系自己咧第二宗被起诉嘅案件啊！我第二宗咋嘛？你睇下谭德志，咪系咯？系咯，谭德志未出声啊！你出咩声？出声系啊！依家虽然收咗声啦，依家冇办法啦。佢话不过佢嘅罪名比起好多嘅手足所面对嘅，绝对系微不足道。你都知人哋大镬啊？你知嘅咩？知鬼咩佢？佢知就唔会煽动人啦，系咪？系咯，喂，你有份推呢班人去噶，和勇不分啊！你叫人哋系嘛，唔慌唔勇啊，吓、啊、勇到即系要面对呢啲咁多嘅叫做罪名啦吓、啊，到时要点样去审讯又好，坐监又好，定点都好啦啊！呢啲真系大镬啊！佢继续又讲啦，繁琐嘅司法程序固然令人感到疲累，但系。都只能够坦然面对，咁你咪一系就坐大飞咯。如果又系咪啊？哇，系好顺口啊！咩叫繁琐嘅司法程序啫？你认罪咪冇事咯？你认罪咪最快咯？冇错，系咪啊？又唔认罪喎，呱呱嘈啊喺度。系啊，程序好简单，全部认晒，搞掂。罪搞掂，唔好自辩，唔好法庭的自辩，讲多一粒字都唔使啊。啊！借問你認唔認罪定點樣啊？咁認曬咪算咯。囚官加費仲好啦，講真，實際啲。嗯，佢揾到錢嘅，咁啊一個眾一條眾籌，求其作個理由出嚟，咁啊可以啊閒閒地啊成百零萬噶啦。啊，佢經常都係咁噶啦，又唔係第一次噶啦。但係依家得翻佢一個，尋找咁多咧呢、這個。都得嘅，我覺得佢嚇，佢事實上啊，多人多都係算手，係多 follow 嚟嘅，係啊，係嘅，啊，即係我哋當然係望車尾燈都睇唔到啦，食緊嗰啲塵，冇辦法啦，唉，俾佢撇甩咗我哋好遠啊，嗱，咁啊要講下啦，咁啊當然啦，呢班人咧今日一定會喺嗰、那個啊叫做西九裁判法院前面咧一路。嗌啲咩乜叉嘢口號啊？定係點啊？咩政治打壓啊？係咯。哦，咁得閒嘅。哦，呢啲係你工作嚟嘅喎，呢啲係。政治打壓，我嘅工作。又舉啲咩五一手指啊？定點啦？咦？如果又叫做傾盆大雨咧，啊嗰、那個叫乜鬼啊？啊何俊仁咧，今日都要上庭噶嘛？咦？佢唔可以濕曬身喎、啊。哇！你做乜嘢啊？你啊喺個法庭度飛釘。飛、啊。咩事啊？记得如果之前咧，每日咧落大雨嘅，唔知去睇边一个上庭定咩嘅啊？好似系咪睇谭德志定睇边？我唔记得睇边个啦。咁咪佢同阿黎肥老板，佢睇阿佢同阿高达咧，即系嗰个叫咩事啦？高达李永达，李永达都系揼到湿晒啊嘛。咁啊，阿何俊仁湿到咧条头飞钉嘛，见到佢将八达通透咗出嚟啊嘛，成长者八达通啊，吓我就谂下，咦，佢今日上庭要小心啲，唔好喺庭上飞钉，一又突出咗飞钉就唔好啦。我记得有一个都系尹兆坚都系。系嗱，咁其实咧今日啦，佢哋嗰个叫做廿四个啦，我见到啲媒体咧写住系叫做有廿六人咁样嘅。呢度我哋要有机会咧，我再数翻啦。有啲依家啦，我哋节目出。錄緊嘅時候咧，其實都有啲照片嘅，咁都 OK 啦，尚算咧就冇話揼濕定點樣嘅。啊，何秀蘭啦，呢啲都嗱錢多得滯咧，有時又係咁噶啦。你錢得多滯，你唔去捐緊啲啊，或者你唔去卸緊啲咧，你受唔起咧，就有時可能就會惹咗啲咁嘅官非咯。見到何秀蘭啦，都有出嚟拉 banner 啦，就話反對政治檢控，抗議政治打壓咁啊。佢打咩壓啫？其實人哋講咗明，你其實唔嚟咧就冇事噶啦。咁佢其實我又係好唔明白佢嘅，即係難聽啲講都過曬氣啦，係出嚟唔知搞乜 Q 嘢，係退休咪退休咯，
其實佢即係嗱，即係大家記得佢其實之前都搞到佢黨內係都係叫做分裂嘅，令到呢個姓胡嗰位女士退黨嘅，就係、是、因為佢其實都有雄心嚇、啊，想唔知出嚟選定咩啊？總之就係令到姓胡嗰位女士好唔高興嘅。咁即係唉咁講啊，一把年紀係咁錢係多，但係我阿老許話齋你喂。你個當官個命冇咗就係冇咗啦喎，嚇夾硬嚟唔掂噶噃。冇計啦，佢哋亦都有啲資料補充啦俾佢哋啦，就話咧嚟緊咧會轉去呢個叫區域法院做審啊。嗱，李卓咧就即刻喺度講啦，哎呀，咁即係代表我哋將會有機會加重我哋嘅刑罰啦，有我哋刑罰又加喺我哋身上啦。咁啊一財下眉頭卻上心頭啊，跟住又話啦，我哋無畏無懼嘅嚇。啊！我哋要堅持啊，悼念呢、這個六四嘅權利，憲法咧俾我哋嘅權利嘅點點點。喂，你依家犯咗法啊嘛，有嗰個限聚令啊，剩同埋呢個係非法集會嚟噶嘛，你係冇不反對通知書噶嘛，憲咩法啫？係嘛？咩政治打壓嗰啲黐線嘅咧？所以其實佢哋即係呢班叫奧斯闊啦嚇，其實就係老海鮮啦。咁其實我都係唔明白點解佢哋但即係都有聲氣話其實。如果大家知啦嚇，阿小麗老師咁啊，話退黨啊，咁其實佢哋冇咩戰將可以選啊。咁聽聞阿坦克哥即係坦克人都諗住再出嚟選啦，即係係咩？佢都出嚟啊！哇，係洪建基都可以出嚟喎，不如好嘛？即係佢洪建基對李卓仁都幾好睇喎。係佢哋內部話真係冇嘅話，只可以又揾翻佢咯。佢哋班最老啊！係啊係啊，所以。因為其實佢最出名咧，大家記住佢哋仲有一個好酸溜溜嗰個嘛，又係叫何啟明，我記唔記得？哦，係好酸嗰個嗰個其實上次即係人哋話佢實在太咩，太酸溜溜咁樣，好似唔係咁好睇喎，所以就叫佢就首期啊，咁啊叫翻阿坦克人出嚟再嚟。咁但係老實講，其實我寧願揾個後生啊！你喂佢嗰個嗰嚿脂肪都墮到落。邊度咁滯咯？所以我都係啊。佢嗰個脂肪係立法會送俾佢，喺立法會刮埋咁多呢啲民脂民膏啦，喺度食埋咁多，食得太多啊，食到嗰個肥膏出到嚟。嗱，食得多肥膏咧就唔係咁好嘅事啦嚇。嗯。佢呢壇嘢咧，原來都仲被加控咗一項喎。嗱，其實大部分人咧都係嗰條罪名咧就叫做明知而參與未經。批准的集結，啊，即是非法集結罪啦。還有李卓仁就被加控多項，就是舉辦一個未經批准的集結的罪名。嗯，即使呢你就是搞 K 棍，即是證明你是搞 K 棍啦，你自己認了他啦，好心，是不是？為什麼你說，為什麼，為什麼我認了，啊，我李卓仁，什麼無畏無懼，怎樣，你不能再在那裡扭反抗的。我聽住你啊，朝頭早即係佢哋晏晝到夜晚嗰段時間搞噶嘛，嗰壇嘢。嗯，係冇錯。朝頭早唔知早一日定當日嘅朝頭早咧，佢就喺呢啲電台嗰度大放厥詞，仲話自己雖然咧唔批准佢哋冇反對不反對通知書啦，又喺度暗示咧，又話啊警方咧可能會側側膊唔多角噶喎嚇即有機會咧，就算有被拘捕嘅風險都要搞。嗱，你自己講嘅喎，咁一拉咗你咧，你話政治打壓喎，係嘛？即等於你彈出彈入，跟住打我一棍咁啊，打你咪響攞棍毆你咯，毆完跟住哎呀，就咁毆我。係喎，你自己咪咁嚟啊？其實我哋好似有次節目都講過，之前就話佢話唔理咁多，直照出啊嘛，好似係咁嘅喎，節目都講過我哋。係啊，我哋節目都講過㗎。嗱，係啊，係啊，記得啊。嗱，咁啊好啦，我哋今節咧都要講下啲網友嘅留言喎。近幾日啦，哇，大家相當之蜂擁啊！這個留言，這個多謝大家先。咁好都好中意睇到大家嘅留言嘅，同埋比較中意睇到咧，大家對於唔同嘅事件咧嗰個反應啊，同埋嗰個睇法係點樣咧，可以攞多啲角度參考下咧，其實係幾好嘅。嗯，冇錯。啊，呢支持佢話喎，檢測嘅人數咧多少有咁嘅問題嘅，咁啊因為飲食業啦，同埋好多大公司啦，醫護。唔係紀律部隊咧，已經一早都檢測曬。哦，咁啊係，都可以扣翻一部分嘅人喎。咁啊，多謝支持。嗯，冇錯。咁先嗱，咁啊係，咁啊好啦，提供咗多一個角度。嗱，咁我呢節咧係講咩嘅咧？就係尋日啦，2020-0914G G for Girl。
黄之锋爆香口，下一站健康码吓，咁啊佢啊脂肪上咗头啦，咁啊未做而先兴奋啊，啲肥得滞啲嘛，啲脂肪阻住咗，咁佢真系要健康啲喎吓。系啦，少啲脂肪啊。Tracy Lee 今次普测人数其实已经唔少噶啦，正常嘅市民已经做得好好，为己为人，主要咧都系黃人的計算方式是流水帳，每個人流100次，那怎麼會有200萬人去示威呢？哦，是的，他那時候自己都說得明白，哦，我們這些叫流水式遊客，你回，可以回來再點的，好像試食一樣，吃完排隊回來再吃都夠那些這樣的。嗯，等一下先啊，MT Sun，他說哦，自願檢測啊，都有170萬人參與。找到很多個隱性病啊，算是有些成果的了。啊，黃之鋒咧就 DNA 出錯，冇得出境，梗係眼健康碼出境啦。CMY 佢話：咦，係咁啊屎咯！佢去咗個黃色嘅朋友咧，仲話要申請健康碼，咁啊到時又有笑料。哦，咁啊嗱，唔好理黃定藍定咩啦，其實有嗰個健康碼咧，即係對於你自己啦，都有一個保障，亦都係一個社會上面嗰個公民責任。或者是對於社會大眾啦，都係一個幫助嚟嘅。咁嗯，啱，冇錯，冇錯。嗯，其實都冇咩問題嘅。其實自己負翻個責任咪係咯，冇乜所謂嘅。老實講，亦都好多網友咧都留言話啊，都讚啊，全民檢測，政府做得好好。呢個都事實。係啊，即係唔好就係咁狂踩啊，定係定點啊，係咪先？洞房咧就成日踩嘅，就話 check 咗咁多人啊，原來得揾得好少人出嚟，係有係帶病毒嘅。嗯。咁啊，覺得揾每一佢係計算過每個揾到一個啊帶病毒，平均啊揾到帶病毒嘅人啊係非常之好昂貴啊，唔知幾百萬先揾到一個咁。譬如倒翻轉得唔得啊？你話嗱，證實到一個。他是沒有病毒的，那是值得開心的事來的，用那個來計成本行不行？他都傻的，你這樣計當然大了，是不是？那好像有些人買什麼胡椒粉，那差人都是找很多人的，那找到一個就是什麼咯，哈，就是要叫撲滅罪行咯，賣胡椒粉，是吧？是啊，你撲滅啲賣胡椒粉的罪行呢，都成本都很高的，是不是？就是啦，是，沒錯，就是生人糧的，真的。养你班立法会议员啊，够晒米饭，啲饭部派议员够晒米饭啦，成日唔嚟开会，系咪啊？你开好贵，系咪啊？非常贵啊，个个唔开会嘅，系咯，走去做其他啲私伙嘢嘅，一班有好多兼职嘅。整鸡蛋仔咯，今日都有网友问我，我哋澳洲有冇鸡蛋仔系有嘅。个谭文豪啊，系啊，明明啊有工翻唔开嘅，走去整鸡蛋仔嘅呢条友。咁得閒嘅，揸的士啊嘛，係咪啊？咪咯，照走，揸咗啲咁樣喎 ，out 喺度揸做外快喎，所以呢班人渣咯，係咪先？貴喎，我唔及你班飯部派員貴，喂，夠邵家臻貴，係啊，買個月加喎，係咪啊？仲要一冇翻過佢，走去坐監，仲有喺監獄都有錢收，鬼食包雞喎入去，真係啊，食雞翼喎，原來喺三米縫中咧。原來喺監獄度悟出咗個道理，原來就係龍虎豹，係咪啊？佢嘥錢咧，真係養呢咁嘅友仔，係真係威猛啊！真係又咁又咁大聲話人，即係搞 Q 笑嗰啲人真係。佢咪喺監獄咧同人切磋呢個龍拳、虎拳啊、豹腿。做武功嘅時候諗下，係喎，點解你冇龍虎豹腿咧？啊，睇下先啊，繼續我哋講下留言咯。哦，係喎，有啲人講得幾得意喎。阿四哥咧就話啦。喂，黃之鋒啊，你快啲咧將你朋友養啲狗狗咧嗰、那個體內嗰個晶片啊掹咗去啊，監控緊你啊傻仔咁啊，啊係喎，哦係喎，有道理，四哥好嘢，誒啊好嘢啊，個可能已經查咗，哎呀搣開出嚟先，唔好啊，千祈唔好啊，冇錯啊，呢個數碼暴政咧無處不在嘅，連你只狗都監控埋嘅嚇，快啲掹咗佢啦，暴政數碼化到時係嘛？哦，阿 Carrie Mark 都話喎，好嘅，我哋揾次講下 Netflix 啲片，唔好成日講政治咁悶。誒，我近嚟睇太多啦喎。嚇，我近嚟睇緊一套都同政治有關嘅劇喎，都幾好睇嘅喎，就咩啊？嗰個叫做咩幸存者60日咁上下嘅，啊韓國嘅，就講嗰個韓國國會咧，嘣一聲，跟住就冇咗啦。原本喺裏面開緊會咧，就全部。
ham 曬大部分都 ham 曬啦。有一個咧冇入去開會嗰個咧，就唯有做呢一個叫做咩臨時嘅總理啊，代理總理。哦，啊、咁但係咁得意。係啊，咁佢話：咦，其實我冇乜心機做呢啲嘢嘅啫喎。咁但係就做下做下咧，佢慢慢咧就變成咗一個政治人啦。咁啊，政治人裏面咧好多個掙扎嘅，其實都幾好睇嘅嚇。佢一段咧又講得幾啱嘅喎。因為佢比較科學化少少，佢係一個嗰啲叫做科學教，即係環保局嗰啲科學教授嗰啲咁上下嚟轉過嚟做嘅。佢開始睇到即係發生件咁嘅事啦，咁啊市民都好多好恐慌啦，有好多類似咩新屋嶺啊、八三一啊呢啲咁嘅傳聞喺民間咧喺度傳啦，就話點解今次會韓國會發生咁嘅事件啊？咁佢唔係好明喎，佢係即係有啲官員走嚟講啊。代理總理，依家咧啲人傳緊呢啲咧，都人心惶惶定點啊？佢話呢啲咁流嘅嘢，呢啲咁嘅謠傳，完全冇根據、冇證據嘅嘢，點解會咁多人信嘅？啊，咁佢啲幕僚咧，佢都輕輕機嗬，咁諗一諗點解釋俾你聽啦？啊，好似香港嘅情況係嘛？即係咩八三一啊、新屋嶺好多人信啊嘛，即係係啊，係冇錯冇錯。佢話如果當啲人咧，處於一個恐懼的時候，或者一些不知所措的時候，他們就會選擇信一些這麼毫無根據的東西，來到令到自己得到一些叫做安慰也好，或者讓自己的感覺上會覺得好過一些都不頂的。有機會啦，我再看一看這套戲，我有機會再跟大家分享一下那些政治的究竟是怎樣呢。 Netflix 我是不是因為太多戲，反而現在不知道看什麼好啊，太多，而且都幾平，十幾蚊澳幣一個月都 OK 嘅，真心地講。咁樣係啊，我都覺得就係相當好啊。我睇咗好耐啦，睇咗都兩三年啦。咁由以前嗰套最出名嗰套啊《House of Cards》開始睇，都好多好睇好戲嘅，係啊。係都幾抵嘅，老實講，即係依家咩製作啊都 OK。其實我有一套其實維京，其實我幾中睇。那套是笑片那套是吧？不是，哦，不是，有套另一套维京是笑片来的，又有白痴的。哦，因为 SBS， 我们这里 SBS 做一看，但是cut了一些头尾去的。好了，那今节再讲多一个留言，那就差不多了。好， Andy Zhang， 他说，他都痴痴地的，他说自己第一天已经去检测了，急不及待，那就可以上国内吃玩買，咦？可以咧咩？可以咁樣就可以搞掂咗，可以翻國內啦。呢個就真係唔係咁知喎。咁啊，好啦，咁啊，今節咧嚟到呢度先啦。咁啊，多謝大家先，拜拜。拜拜。